上界不断染指下界，我也需找到能进一步了解上界的办法。放肆，动摇天地法则。是我，我有一事请教，请问这虚神界可有连通上界之处？这是你的问题，需要你自己去寻找答案。哎，真是小气，多一点信息都不肯给。切，他不肯透露，你可以换人问问吗？500万金币，给你指条明路。又是你们俩。真的？不过我听说你们逢人便讲我是你们徒弟，还打着我的名号卖了好多什么小时试炼法、小时修炼手册。500万金币的事儿放放，来，来来来来，咱们先好好算算怎么分账，啊？你都说是咱们了，还分什么彼此？说什么分账？不分彼此呀。你们还问我要500万金币？嗯，你不就是问连通上界的地方吗？免费告诉你，免费。对，以你而今的成就，将此地的种种记录一路破去，自然就可以寻到方法。真的？当然，我们从不骗人。我骗谁也不会骗你。生命力的记录，千年前妖月留下的记录被打破了。六道保持了3500年，烈焰王者境入神记录也被破了。两位，这记录要破到什么时候？够了够了，已经足够了。你要找的地方在虚神界终极地。为何刚刚不说？不是说了，你只要不断破记录就能知道答案。我们这不也是刚想起来吗？你们到底是谁？谁知道呢？那边就是一条天路。我们也能登上那条天路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天路危险崎岖，又进空只能步行，一步走错便会万劫不复。陨落后照样是回现实世界，不过就是得休养几个月。你加油。自从踏上这条路，就像是有一座无形山岳压在肩上，整整3天方才走到尽头。那扇门后莫非就是上界？又是封禁法阵。